荷兰村出现了一个拥有植物园气场的家，名字叫 Hyll on Holland， 它是永久地契的好房产。提到售价， Hyll on Holland 让你感受就是惊喜，惊喜，惊喜。说的明白些，就是永久地契的身价，亲切实在的售价。今天就让我这个豪宅达人带你看看 Hyll on Holland 最强、最迷人的价值。站在它的全景模型前，你会发出第一个“哦”，它就是一个层层如梯田的世界级微型植物园。除了美，还是美的绝佳美景。当你看它的整体平面图，会发出第二个哇哦，原来是把新加坡植物园的理念带进整体设计。我们还可以看到六栋建筑如高大的树林围绕着中间的设施，巧妙地创建了每一户的隐私和每一家的视野。来，我们进入房间里，一进门，细心的你马上发现，设计师非常关心家居的通风条件，舒畅、流动。厨房、浴室、房间，选择风景最美的方位开窗，运用风向科学化的动线设计窗位，住在里面，头脑清新，四时皆美。Hyll on Holland 设计师把房间设计成左右两侧的厢房概念，减少走廊空间的浪费，把每个空间都还给住户，把每分的价值都发挥到最大化。我听到你发出第三个哇哦。打开浴室，所有的盥洗用品都隐藏在美好方便的收纳空间里，哇哦，第四个咯。看了这么久，咱们去厨房倒杯酒，一起庆祝找到了一间永久地契的高价值的房产项目。荷兰路在新加坡一直是最有身价的高级地段，随着市区重建局最新规划出炉，位于最受开发商青睐的第十游区的荷兰村自然备受瞩目。 Hyll on Holland 距离荷兰村地铁站仅6分钟，是荷兰村区交通最便捷的房产项目，无缝链接到 AY1、 MCE 和 PIE 高速公路。你在任何时候要到达中央商务区以及新加坡所有其他区域，方便轻松的。Holland Village 还有 Dempsey Hill 生活购物享受圈，步行10分钟就可以抵达。欣赏自然风光的新加坡植物园，这座联合国教科文化组织文化遗产，拥有穿越雨林的人行道和人行道的绝妙网络，非常适合城市人身在城市森林的生活品质。 Hyll on Holland 最吸引人的还有它是新加坡的永久产权公寓。 Hyll on Holland 无论在设计细节上和地段地契上，都展现了 FEC 远东发展和许兄弟集团的实力气场与大气尊贵。Hyll on Holland， 等待实力气场雄厚的你大驾光临。